好，来看一下东南亚服的独家活动，也是这次的圣诞节活动。但是圣诞老人的拜访也应该是那个完美游侠的第二季，它两个活动应该结合在一块。那他那个本子，那本子有那十张画，他有三个任务，有三个任务。第一个是保护陆龟，保护陆龟，Black lines will appear from both sides of the map。 就是他那个陆龟在地图里面，然后要去打怪保护陆龟。 OK， 找到孟博士，然后每天可以进三次。지금부터내영역它是有七轮的，지금부터내영역固定伤害。지금부터내영역거기지금부터내영역you
지금부터 내 영역. 지금부터는 내 영역으로. 哎呀，这伤害挺高的。지금부터 내 영역. 지금부터 내 영역. 지금부터 내 영역이야. 然后玩三次，然后进入三次之后可以获得核心宝石，应该是这样。然后获得5000的时候可以获得宿命黑色涅槃火焰。跟一个点数的券，应该是这样。下一个就是装饰地标，装饰地标就是一个打怪收集道具的一个活动。装饰地标，就是等收集这些星星碎片。200个，我不知道爆率怎么样。哦，装饰。那这个今天的装饰就完成了。那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冲浪，冲浪这个活动叫海洋进化。
如果碰到这个海浪，就会那提升速度。这个是十分，可的冠是五，十分，是四分，是十分，是七分，真的，我碰到海豚会扣十分，真的，就是七分。那他也是每天五次，完成五次之后会送经验值券，然后还会升级潜水服。潜水服。需要303。另外就是，如果你对应的分数达到有一定点数，就可以获得这些奖励。有这个极魔方、极限生存密钥、荣誉勋章，还有精英核细胞勇士。